大福啊，平时笑眯眯的感觉，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子。平时我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基本就都是我老公，但是他不喜欢洗碗。是不是在这里要他承诺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让他之后以后洗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可以承诺一下。我怕洗不干净。好的，来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金福，首当其冲。男生嘛，有的时候不太会做家务是很正常的。我给你出个建议，如果顺利的能够进军下一关的话，可以跟老婆商量一下，以后碗还是由老婆洗，好不好？看看你的表现如何。加油，老公！加油！哇！哇！厉害，快点！速度很快，赶快，静姐。好的，非常不错。刚才金福只用了32秒就顺利的通过第一关，一定要稳住啊！加油，老婆，对着这边来，对着这边来。正好凉快一下。对着这的方向冲吧，到这边来了就对这边冲。那是因为在转盘上和水下的感觉不一样，现在绕着20多左右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爬起来再冲。喂，站稳，站稳，站稳！哦，又落下来了。我的鞋带滑了。你坐在中间喽。好的，静姐已经换了一个方案了，把鞋给脱了啊。回去，然后在第二个转盘等他，看会不会把他拉过来。他急不到。我拉不住了。坐在中间来吧。要你反方向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转圈往这边啦、啊，人前面往下，往这边啦、啊，加油啊！来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这样很好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在跑步机对反转，对反转，好的，好，稳住，往中间爬，小心，小心，往中间转身，向后跃，这个疼，这个疼。我真接爬，你不等啊！李静，前面大步一点，走到中间，不要害怕，加油！好，好，好的。不要我憋线，不要我憋上去。看清方向啊！好，跳，等一下再跳。好，跳，随时出发。跳，好的，哦。不要脸上，你不行。我真好险，真的。你还撑一次好不好？静静好像有点想放弃了，这个时候体力肯定是有所下降了。哎，要不要老公过来接一下老婆啊？接不到，我接不到，我自己都冒很大的血才冲过来的。我自己都冒很大的血才冲过来的。老婆加油，等一下再冲。等一下再冲。我等一下。歇会儿是吧？搞到中间，你再搞到中间来，等一下我就来接你。往这边跳，往这边，对，对对对，不动不动不动。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了，老公。好的，已经掉了很多次水的李静，会不会继续闯关呢？我不信他们都让我闯，我就闯吧。好嘞，都让你闯，我就闯。还是现在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加点力吧，加点力。还行吗？体力还行吗？加油 ！OK 的，好的。搞到中间来啊！这样卷轮一卷轮的，对。站稳啊！对对对对。不用搞，不用搞，等一下。越来越顺利。你的力破，等一下。你我憋线憋住，憋上久一点了。对，你跳跳，你往回转，往回走。哦，差一点点，一步之遥，咫尺之间。不敢了。好吧。哎呀，来来说说彼此的感受。
太失望了。觉得老婆今天表现的没有那么理想。对，没劲。你静静，我觉得今天已经很棒了。我已经用着我全身的力气了。平时很太运动太少了。虽然今天没有闯关成功，没有拿到马尔代夫的大奖，但是已经闯过了两关了，对不对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继续加油啊！下次有机会再来到亲爱的加油，期待两位有更好的表现，能够去到马尔代夫。亲爱的加油了！